一副公主马不停蹄的赵丽颖，也让想念她的粉丝们得以缓解相思之苦。昨天有网友发出了颖宝拍广告的露头视频，披散长发，披着一条浴巾的颖宝看上去心情很好，一边走一边还超萌的嘟起了嘴，脸颊鼓鼓的，超绝可爱。虽然画质很糊，但依然能看出颖宝的状态极佳，粉丝们甚至惊呼，感受到了出水芙蓉的含义。昨天网上还曝光了颖宝拍摄的公益 VCR， 长卷发、白西装和大红唇，可爱颖宝变身眼神坚定的小赵老师。我们守望相助，这爱一生。期待接下来还能看到更多的新鲜颖宝，要是有美照写真或者自拍就更好了。